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感谢大家今天持续收看我们这个单元啊。今天礼拜三也是台北股市的一个大结算日。其实今天蛮有意思的啊，所以我稍待哈，我们从几个角度跟各位做简报。那首先呢，所有朋友，我们先把系统打开。我的看法就是针对接下来。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很小心。你说真的，真的要很小心的，就是说，台北股市最主要啦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把它加上去哦。我们先看一下夜盘哦，夜盘现在表现还不错。台指05早夜盘的部分现在上涨37点，但是要提防，就是说第一个，台北股市在从去年12月23号，14、13、14一直到今天哦，最主要国际股市其实都展现的蛮强劲的，但是，在昨天，波动率指数很明显大反转，所以在这里我的看法呢，要随时准备应付，就是说你要准备好，美股会持续下跌，那下跌的幅度。会有相当一段哦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，不管我们从 PSI 啦，或者是从波动率的角度哈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我先把四月的拿掉，因为四月已经结束了。然后今天，台股收在加权指数收在17202，那也很接近我们今天中午的评估预估啦。因为我忘记了，因为我最近没有在做选择权。我自己也没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忘了今天要做选择权。那一直到中午我才想到，哎，对哦，今天结算有选择权，拍谁？所以我们中午12点多吧，对不对？12点过后我们不发一通简讯吗？选择权计价策略哦，那评估应该说在17200点了，那其实很接近，那中场其实很接近了，应该落在17218啦，跟我们17200已经非常接近了，所以整体上我的看法呢，从几个角度看哦，各位请看哦，这是加权指数哈、哦，那有电脑版的朋友，你自己把它点出来看哦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台股现在啊，来到正50，目前啊、哦，今天又下跌嘛，所以压回来34，那它一定会回到零啊，早跟晚，它不可能不回到零。就是说昨天是最高点17323，那今天出现一个反转，那相对的我们去看国际指数，各位你有电脑的就自己看哦。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是，这是道琼嘛，对不对？道琼26143 PSI 跌到-50嘛，那道琼在34256是不是拉到正50？对，第一个这是我们的 PSI 指标，那除了看完 PSI 之外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我们现在上网看来，各位好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电脑一样，我们到 Finibiz 这个网页，当然我有做图表啦，但是你也可以，我就示范一次，那你自己就会了。来，我们来看，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，这是现在电子盘的报价，好，道琼还好，你就说还好啊，平盘附近啊，涨21点，对，那 SP500 也还好，2点嘛，根本没跌，纳斯达克纵使跌，那个微乎其微， Russell 2000还是上涨的，但是不对哦，你要小心哦，来，你说真的真的，来，各位请看这张图表，好，这个是不是波动率指数？各位你就同时上网，你说现在没有啊，现在 21.05 啊，对，它是不是从21.5 掉下来 21.05？不对吧 ?21.05 就是 18.95。因为 这一段要扣掉，这一段要扣掉。这一段是结算完今天的开盘。所以你这个要把它扣掉，你要把它还原。你还原之后这个点就是在这里。所以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应该就是这里 19.5。这个 21.05 就是 19.05 的意思啦。所以你看到这里 你把它接回来，这里在 19.05， 这是一个标准，如果以 VIX 来讲，这是一个标准往上空间、哦、你说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哦，这很重要，今天很重要的。
过去这两个礼拜我没有讲美股，那为什么没有讲？因为不需要讲，就好像是在说明会礼拜六嘛，包括在台北场，那有朋友有会员朋友问到说，啊，那个美股怎么看？我说美股不用看啊，因为美股一定会涨啊，会继续涨啊。可是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各位请看哦，15、16，说明会是不是16到17中间这里？这里说明会，19号是礼拜一嘛，十九是礼拜一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今天，这里是今天21号嘛？好，16号是不是上个礼拜的礼拜五？好，那哥你看，波动率指是不是一路往下滑？所以你根本不用理它，就是我们只要关心我们的台北股市就好了。可是从礼拜一跟礼拜二，它整个结构已经改变了，你现在就不能不理它了。也就是四月份以来，你可以根本不要去理会美股，因为你也一直 key。好，我们从左边开始看，为什么它会一直涨？来，各位请看，4月8号，从就是三月份接续而来哦，一直到4月8号这一天。好，那是不是放量？2号、5号、6号、7号，这都没量嘛，然后它就持续慢慢的盘跌嘛，波动率指数往下跌，国际股市会怎么样？一定会涨，涨到4月8号，8号好。有没有放量？有，放量之后代表这个点它会形成什么未来的颈线？它有没有形成颈线？有，4月8号、9号、12号，一直到13号。来，各位看看这3天，它在八号爆量之后，请问它有没有能力守住18.5，并且往上做？你说往上上去再下来都没关系，它根本没能力。它顶多就勉强撑在八号、九号、12号，已经勉强都撑在这里，然后根本站不上去嘛。然后接下来跌破，那就再见了，就代表它要继续跌，它要继续跌，国际股市就继续涨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看好，一直来了，来到14号，是不是跌到17.5了？好，又爆量了，又爆量了。好，这个交易量爆在17.5，然后爆在17.5，有没有出现反转向上攻击？有。有没有来攻到18.5？没有，我不要说站上了，你最起码你要有能力来测这个18.5，你才有可能过。你测18.5再回来，再往上，接下来就有能力去挑战这个点。你这个连来都不来，就是你前坡的颈线，你连碰都不敢碰，这个就是个阳攻，阳北勿从，它这耳兵勿实，它肯定是持续下跌。好，持续往下跌，是不是又回来？4月14号这个17.5，够一点不？够不掉？所以一直到17号，我们办说明会，我们说根本不用看美股，因为波动率指数持续往下走啊，那代表怎么样？国际股市会继续涨，所以我们看到那是道琼不是创历史新高吗？那接下来不同喽，各位看19号，再告。再告是不是在压在17.5的下缘做整理啊？这都还好哦。20号不一样了，20号不一样，因为放量了。第一个20号放量，并且它是翻上4月14号这个颈线，这则是这颈线底价。4月20再告这刚好来，它这里是放量了，这个量有没有突破17.5？有，它已经告诉你。国际股市这里出现扭转，也就是说，国际股市哈，不只是美股哦，纳斯达克、费半，包括欧洲股市，它告诉你这里要做修正，因为波动率指数是领先指标，它会领先期货市场，会领先金融市场，率先上涨下跌。波动率指数往下跌，国际股市就一路往上涨，你去空它都没有用，你去空国际股市外空，你一路被嘎。嘎到我告诉你，它已经反转了，这里它要跌了。好，来，这里是不是17点？它回撤，是不是来测4月8号的18.5？它这是标准的，它很标准的量价。各位请看，它非常标准。它是不是来测18.5？这4月8号这个大量区往下做拉回，这个拉回是不是测4月14？它完全照着量价来，然后守住这个17.5，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突破18.5？这就真的过了。好，突破之后，来，你不要被这里骗了。来看这里，
这里是个跳啊，这个是个结算嘛，结算的跳空这不算嘛，所以这个点你要把它拉回来，这里是21.2，你把它拉回来，它应该是落在19.1.2，大概两大点，所以它纵使往下，它会守18.5，所以它刚往下，我觉得它也到不了，它要来18.5很难呢，要难很难很难。他来18.5，那个多头有机会，就是股市的多头就有机会。那你最起码，你如果能够跌落18.5到18.4、18.3，当然继续涨。我讲真话，国际股市会进入这个整理，但是你只要在这个18.5之上，这个18.5就是现在，你给它加两点，20.5，就是从现在开始看哈，未来这一整个月，我现在不讲一天哦。就从这一分钟到下个月的今天，你只要看 VIX 波动率指数，它只要报在，你要加两点哦。这个18.5加两点是20.5，好，所以回过头来再看一次20.5，我就再上网。你不管它涨跟跌，它本来就会动来动去嘛，就好像股价一样嘛，会涨会跌嘛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那你只要看报价，你只要看报价，好，这里。它只要报在20.5之上，那代表国际股市会继续跌，除非它要跌落20.5之下，并且不能站回20.5，那现在明明就21呀、啊，所以你该怎么办？你要小心。你说哈，那台北股市该怎么办？不知山林险阻，曲折之行，不能行军。好，举例，我对未来我完全不清楚，不管我买进的个股。我也不知道背后有哪些人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干嘛？敢看报纸、看电视，然后讲后我如何改变，看卖下来。跟各位做个报告，你如果针对前方的情况，咱看无，你袂当走，你袂当进场。不但袂当进场，已经进场了，该怎么办？你军队要撤回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袂再乌白买股票啦。我来已经买啊嘞，你要卖出。因为我没中钢卖出，你是高公斤的给金呢？我被台积电卖出，我们今天联电也卖啦，也没赚钱啦，联电没赚钱啦。纵使联电没赚钱，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啊。我们今天买两档股票，今天卖出两档股票，买进两档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华夏卖得心不甘情不愿，那没有办法，一档联电，一档华夏，也没有卖第三档了，也没第三档好卖了。这两档卖出转换到另外两档电动车相关概念股，这两档股票，各位你今天一进场就大赢，绝对都赢，大赢。第一名这一档个股，你进场之后，从你进场后涨了四个，到收盘涨4个百分点，一度拉到几乎涨停板。另外一档也是，你进场就大涨了，就是你买完它就大涨了。我不空不得去嘛，绝对你绝对来得及买。你还可以买在低点，你还可以买在低点哦。你买完之后就大涨哦，4%到6%左右。你买完之后往上拉4%到6%，这两档股票。那再来就是华夏，华夏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不是都有设停利吗？建核心啊、富鼎、德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买进之后一路加码，它就一路往上涨嘛。往上涨，我们还是要设停利点嘛。停利点是不是向上提升？那华夏也是。那华夏算我们今天刚好来点到停利点盘中，那点到就算卖出了，卖出我们是转买进更强的标的股，OK 哈，所以来看，那比较讲重点的话，按照这堆也不会多一档，也不会少一档，没有错吧？啊，就这堆没，OK，各位会员你就自己看，你说那奇怪，我怎么没有那个什么？金国光，金国光应该大家都有吧？来，各位讲讲，一个是股票会员的持股，一个是特别会员的持股，总共2块。你现在已经看到了是这里，OK 哈，所以继续看，买会长的股票，未来10年也没得选了，就只有一个族群，一个类股，就叫电动车，跟电动车八竿子打不着的，那你就避开。我只能这么告诉你，你都能够闪多远就有多远。好，我举例，德伟，你进场之后就 combo 呢，
去40%呢，40%呢，两个礼拜，复顶你进场之后也30%，你进场后也30%，华夏抱得稍微久一点，一个月，你投报率是50%，华夏是赚50%，德维复顶节40%节30%，干咪想少？那就继续照着做，就照着我们发的简讯做。好，来看这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是礼拜一进场的，这个礼拜一，那今天是礼拜三，进场那一天跟昨天，那都有会员朋友打来问我，就是我比较熟的会员，因为都参加很多年了，一共老肖立马开眼睛嘞，我就眼睛嘞呀，那你还叫我买这支股票是要创啥啦？对不对？啊，一共小张哥，老肖立马拜托起来。哎呀，量也没有很多啊，然后也没有很热门啊，然后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股票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共是多几个主力被走掉。我说不是啦，怎么会是主力？主力被走，我就直接跟你讲的话。然后呢，你说会涨吗？我说会。那要问我哪一天会涨？我说三天内，但是哪一天我不知道，我不可能知道哪一天呢、啊？我哪可能知影个他恐怖，那就被抓去关了。我只知道三天以来，啊，一天、两天，结果不到三天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天嘛？啊，昨天也有问啊，也有朋友问啊。那我们昨天买那个干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去买那个中钢？对不对？我说你们他就是有没有搞错买中钢？那你就去买友达、啊、买群创啊，买长荣啊。我跟你讲真的啊，我没有建议你买啊，那自己输赢要自己负责、啊、就这样子啊。这里，这里，对，摸唔对吧？啊，这是今仔日啦，啊，干未去？啊，无这干未给？这个图我能自己画吗？啊，无这干未给？那、啊、就照着做啊。这是礼拜一买的，哪里买？这里，没有错吧？昨天没有买，就礼拜一进场的，所以各位就照着做好不好？那再来这家公司，就这家这家公司最主要它是大陆第三大电动车锂电池的触媒，电动车哦，不是手机电池的、哦、我就跟你讲是电动车，电动车手机触媒第三大，市占率排名第三的供应商，那毛利率将会有 25%， 今年会拉超过 31%， 那你就看着办，不然你认为它为什么会涨？这又不是我们买的，难道这是我们买的吗？没有吧，各位亲爱的，那给俺闹呗，我们是这里买，昨天跟今天没有买，那要买它、啊、不，你就继续看，你就继续看，很恐怖，你就看好做好，你坐啊好，我跟你讲起来，你坐啊好，就这一家。好，往下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买了第一名的股票，保证是第一名，不可能第二名，对不对？你有买进的，你一定知道它是第一名，它不可能是第二名。好，各位静静的看哦，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做观察。50年啊，你说50年，对，这家公司的。负责过去他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台湾汇智，20年前，这家公司喜欢就崇拜，不是崇拜这个公司，我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、啊、我讲我告崇拜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看着他有一家公司叫台湾汇智，他有挂牌上市交易，那股价呢，因为刚好2000年 dotcom 事件，那股价狂电子股大跌，那台湾汇智也跟着跌，跌到10几块，12块13块吧。然后我有建议我的会员买进，然后长线持有。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存股啦，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建议说基金股票例如买进持有卖价，那就在10几块。那后来不是每年都要办股东会吗？然后开股东会的时候，台湾汇智的小股东就在股东会现场。就质问，就现在你看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，就这间，要质问他，用你这个台湾汇智怎么样怎么样赚3毛，
之类的哈，然后呢，就把他念了一顿了，就股东会嘛。股东会后，我就欣赏，但真的这个人又正直又有格调。一般的上市贵公司哦，不管是并购要购买，都是用企业。这家公司不，他不是，他用个人，他自己从他自己的口袋哦，他个人私人把台湾汇制用3倍的价钱全部买下来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因为我们买的，我们会员有持有这档股票啊，然后我们一直报啊，报到什么时候？报到他并购嘛。他说我收购，不叫并购，他说我收购，我要让他下市，你们也不用再来开股东会骂我了。十几块，我记得是30几块并购的，够收购了，一共全部都我买一个人买回来，就是这一家，各位亲爱的，咱就是要今仔日就是买这一档，OK，就是买这一档。所以你放100万个心，这是从1973年到现在够怎么样？那我也不跟你讲50年，但是这2年才变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啊。那我们来看哦，这个是过去这50年的集结交易量的集结，这一根 K 棒是一年，所以他告诉你，你可以从这里一直买到今年的年底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注意看是不是在这里？这是。现在，这是今天，是不是正式站上这个集结区的上缘？这叫超级总喷出。这种个股股价最少会涨一倍，绝对一倍，一雄不止一倍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说我50年前我都还没出息的，对，50年前你已经开始的朋友哈，慢慢开始了哈，你开始有去接触，你狗才会一雄的哈。那我只能建议你哈，这50年来，卖光台积电了，卖光中钢了，就只剩这一档，就剩这支。你还没去什么长荣100块、200块，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就这一档，叫做 all in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坦白啊，我们是今天进场的，今天进场的，我预计应该在2个月之内就涨到这里。就涨一倍了，能够位了，所以，会员有你今天没有买的，还是忘记买的，还是买太多的，买太多，恭喜你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放着，买太少的啊，明天我还会通知你继续加码，好不好？那所有也欢迎啊，就是说网络上的朋友，你这里就跟着做，你就跟着做，都打给你啊，你就自己看。你家己用目睭看，饭会使凊彩食，话敢会当乌白讲？请问有多一档少一档吗？这铺顶，那哪里不对？这德伟，这建核心，啊，是逐支拢咧创新高，是逐支拢咧创新高。有啦，金国光无创新高啦，就这样子啦。你买小看未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在创新高？只是报稍微久一点，只是你不能拿它跟九阳比啊。那我就跟你讲，红球定位真的，这些红球定位很龟毛，你知道没？我就说它一定会涨，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一天要有涨停板。安内我来跟你讲，我知道哪一天涨停板，我已经去调查局抓起来了，已经到基隆路的台北市调处了。哦，所以我只能告诉你，它会一直涨，但是它偶尔涨得稍微不是那么快，你要稍微容忍。咱2月5号加不尾呢？你想是你这边进场的呢？你就照着做。欢迎各位，我直接讲哈，如果你有做指数的，你就照着 PSI 做，你照着 PSI 做。那我会提供你，那我们 PSI 是做7分钟的，好。那你如果是今天。跟着我们一起操作，也欢迎你可以联络我们服务人员。那我会就今天哈，就这个礼拜啦，就今天到礼拜天哈，跟着我们一起操作了。除了我会提供你 PSI 系统，电脑版含 KD 图之外，并且呢，我们会提供你股票的讯息，就是我们就我们会员的股票信息啊，就把各位升等，另外再升等股票会员。欢迎各位可以联系我们服务人员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拜拜。
可以。你是说宏基还是敦泰 ？OK， 都可以，都可以啦。你说可以吗？可以啦，绝对可以。我觉得宏基的话看明天嘞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他要能够这根呐、啊，这个三十五，他要能够守住35，不能又跌落35哦。他如果可以守住35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都爱卡的35，站不住三，因为现在今天收35.3嘛，不错嘛。但是他要能够守在35.3之上，就是你已经要表态了。那你既然要表态，我觉得它就不能跌落35块整数啦，所以你如果说个人有在操作宏基的，我会建议你就拿35块当做一个观察的重点，好不好？感谢你哈、哦，谢谢啊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忘记讲一个，对不起哦。我们在下个月会排技术分析教学课程，那教学课程为了公平起见。那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at， 那你在 Line at 上面哦，留麻烦你把地区那加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不是有 Line at 吗 ？OK 哈，你不用打电话，你也不用留言。如果说我是住白河，对不对？我就白河加一 ，OK， 白河就是台南嘛。那你说我是住波道斗六嘛哈。我就斗六加一，这样 OK 吧？好不好？麻烦各位哈、哦，因为我们排说明会排在5月份，那台北新竹就不排了，因为刚办完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统计数量，一直统计到这个月的月底。那么依照加一最多的地区，那我们先排。假设加一最多的台东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就一定先排台东哦，事实就如此了。那感谢各位啊，也欢迎各位可以跟着一起做，拜拜。